主播马匹准备妥当，头场赛事一班千六米嘅路程，大热系六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今日前面快嘅马咧，中档位置红帽系嗰只圣德精彩快，响出边健康愉快啊，上翻去啦。内栏位置紫色眼罩进占第二位咧，就嘉应之星啦。圣德精彩就跟住个第三先，后边嗰三匹马啦，劲搏铁栏咧就跟住个第四啊，紫色三嗰匹嚟噶。后边两只九宝啊，响尾二超好日子，咁啊暂时拖咗一个包尾先。好啦，过咗呢个千二米嘅段处啦，咁啊大家都已经系定晒位噶啦。放头嗰匹马系健康愉快啊，嘉应之星咧就跟住佢啊。咁啊再见到第三位啦，响外边位置红帽嗰匹啊胜得精彩啦，内栏紫色衫咧就系劲搏啦，潘顿莫雷拉。咁啊大家拍住先，分裂三四位嘅后边两匹马，咁啊内栏喘咗上去咧，有呢只超好日子啦，咁啊绿色眼罩六三嘅，咁啊拖住响个包尾嘅位置咧。是红帽嗰匹九宝嚟噶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咁啊睇个步速形势应该都唔方快噶啦，前面放得健康愉快占先嘅，嘉应之星咧就慢慢咬咗上去噶啦，响呢个二搭嘅第二位，第三位埋边劲搏，第四位出边胜得精彩啊，大外档嗰边有九宝啊，超好日子出唔到嚟住啊，好啦，转正弯入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马仲系健康愉快啊，中档位置上嚟有胜得精彩啊，埋边咧劲搏得嗰几只马都喺入边塞紧啊，再后一层嘅马咧仲有绿色眼。就中档吹紧上嚟咧，仲系超好日子啊！最后百零米啦，胜得精彩透出外边超好日子追紧上嚟，再埋边位置仲有健康愉快接近终点，潘顿先拔头筹，胜得精彩啱啱到先啊！跑第二名超好日子啊！第三名嘅马咧，应该系嘉应之星，临门咧就将嗰只健康愉快赶过咗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头场先拔头筹嘅马系胜得精彩走啦先啊！咁啊，超好日子好似挞着好大步揽上嚟。但系都姗姗来迟啦。第三名嘉应之星，第四名系健康愉快。四号嘅胜得精彩啊！潘顿先物头筹六点三倍胜出啊！赛后马房嘅第二名啊，六号嘅超好日子巴豆，一号嘉应之星咁啊，终点前过翻只健康愉快啊，留翻第三、第四健康愉快。原来你头先问我拣唔拣，系提我咁啊！原来佢咁犀利嘅，胜得精彩啊！莫雷拉又喺度塞车咁，几只马跑啦。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系四号圣德精彩，独赢六十三个半位置，派二十六个半；跑第二名六号嘅超好日子位置，派十六个半；跑第三名一号嘉应之星，第四名系二号嘅健康愉快。连夜四搭六派九十一个半，二重彩四号六号顺序派二百二十四蚊，三重彩四号六号一号顺序派九百二十三蚊，单 T 一号四号六号派一百二十六蚊。时间咧虽然头两段好慢啫，但系时间都唔算花，好慢喎，一分三十三秒九八啊，慢过标准时间三线左右，可能末段都几快啊。咁啊，反镜都见到啦，嘉应之星攞到个第三，健康愉快第四。跑两次赢两次啦，潘顿骑呢只胜得精彩啊！
睇下四年环预计派彩，一号、二号、四号、六号派196蚊。四重彩啦，四号、六号、一号、二号派4221蚊。同主嘅一间仲有只圣德出色，咁啊，嗰只牌大外当唔塞噶咯，唔知啊，不过呢场都谂住唔塞嘅，六只马都塞。咁呢场啊，首先呢一场嘅惊喜啦，一对圣德啊，嗰场嘅热门。飞数都可能是启示啊，位置真系难，临尾连个 win 都回，咁结果马房第二只赢，但系又估唔到六只马可以吸得咁含嘅，试闸啊，成日都转出嚟冲，跑啊，成日捐咗喺里边嗰度。薛恩赢嗰场都系噶，都喺外面兜上嚟嘅啫嘛。经典一理咁啊，潘顿咁啊，攞分先啊！骑师王佢又唔理啊，你成日都睇低少少咧，同莫雷拉比较，佢又借你先。系咯，第二个跑都系啲三四五名啫，佢、啊、跑嘅人提升好多啊，点到你唔服啊？好啦，先拔头筹啊！蔡若翰潘顿巡逻影片睇翻啦，咁一档嗰只加影之星就少少向外走啦，撞一撞嗰只劲搏嘅，咁但系大家问题都不大啦。结果就排六档嘅健康愉快就顺势咁慢慢咁埋紧嚟啦。加影之星就原难走翻上嚟嘅第二位啦，后边就潘顿啦、黄衫红帽嘅圣德精彩，博雷拉喺佢隔篱嘅就系劲搏啦，尾位置就系九宝啦，包尾就六三六眼罩嘅超好日子。健康愉快都一如预期啦，咁都系自己单骑领放放粒慢啦，操控住一个较慢步出形势噶。咁啊头两段啦，夹埋都慢咗成一秒三几嘅，咁系转弯嗰段咧先快翻啲。咁啊点计都系慢步速赛事嚟噶。咁啊健康愉快啊，唔知系咪又入边有事啦？翻嚟又系直路散散地嘅。咁啊今日只劲搏啊，大致攞个位都啱噶啦。咁啊起码你缩起搵一条难度，转弯冇得走。咁啊奈何前面嗰只加印之星咧就。入咗直路，骑落去又唔加速，佢又唔闪，咁啊结果咧就全程都出现咗呢个包厢位，咁啊变咗你莫雷拉咧就完全冇机会望空发挥只马嘅，咁啊都输咗啲运啦吓。潘顿啊醒啦，原来都二叠三位入到去抽出嚟，咁啊骑落去啊真系特别反应好好多嘅，咁啊先前骑落要立噶嘛，个个跑都啊今日唔立，一骑落即刻俾到你添啊！咁啊超好日子都睇住嚟，谂住过到你噶啦，一拉出嚟望空啊追极啊得个大步。佢其實都擺得勁嘅，不過前面嗰只始終班底比較高啲，咁啊緊緊追唔切都無可厚非啦嚇。咁啊九寶啊，始終跑啲路程都係爆唔起嘅。頭場賽事都覆榜完畢啦，派彩作實。二重彩四號、六號順序派224蚊。四連環一號、二號、四號、六號派196蚊。四重彩四号、六号、一号、二号顺序派4221蚊。睇埋分段时间啦，头段25秒45，第二段23秒45，第三段22秒56，末段22秒52，完成时间1分33秒98，慢过标准时间3线左右啦。